周董自傲演唱会求婚贵重。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哎，这不就是昆凌的心声吗？他的阿娜达昨天在香港宣传世界巡回演唱会噱头是开放给歌迷朋友点歌，因为我觉得之前这样在内地的这个巡回走过来，我觉得跟歌迷的这个点歌这个互动，我觉得非常好玩。这个环节一定要从要再来一次。这样有一次印象深刻，就是刚好我在唱，我在点歌，然后台下有人在求婚，这样。还没看清楚钻戒大小，要三思啊！如果歌迷朋友可以在我的演唱会求婚的话，我觉得应该都会中。不如周董就带头示范吧，谁福利更高？我其实很害怕，就是歌迷朋友有时候会点一些那种很冷门的，我比较少唱的。对，那这一次其实我都练好，所以大家随便点没事，没问题，就是把歌词都念好了。对，反正我有字幕机啊。苹果让赖谁报道？